先打右大腿，来压膝盖。怎么压？压膝盖就好了，你压膝盖就好了。这样压。对，右大腿打的是五合一哦。很用力吗？不用，固定就可以了。陈小轩，你勇敢哦！哦，痛痛对不对？谢谢哦，好呀，来。换另外一腿一样压压哦，这一腿会比较痛一点点哦。啊，我才讲而已呢，你就再给我抗议了，还没打呢，现在才要打呢。爸爸没办法救你。哦，再来哦。糟糕了，一样冰冰凉凉的。OK。好，没事啦。回去没流血，胶带再撕掉，打针部位不要揉喽。哈，好，抱起来秀秀。好，赶快抱起来秀秀。哈啊！没声音。糟糕了，糟糕了。啊，救我两个！赶紧抱起来秀秀。来，妈妈。跟你讲哦，回去这两天要注意体温的变化哈。那个五合一跟肺炎比较容易有的情况就是发烧，打针部位有没有红肿硬块。这两天如果额温有大于38.5度以上。